祖国万岁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将于明晚在我台综合频道进行现场直播。今天上午晚会在我台1号演播厅进行了彩排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精彩的节目。晚会以鲜花的祝福作为序曲，共分为热血春秋、辉煌大业、祖国万岁三个篇章，15个节目，涵盖了歌舞、戏剧以及诗朗诵、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。在歌舞节目方面，宋祖英、毛阿敏等众多演员带来了踏歌起舞、今天是你的生日、我爱你中国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。代表各族人民为祖国送上美好祝福的民族歌舞串编《十月礼赞》也将精彩亮相。访谈节目《凯旋天安门》，通过采访亲历者和当事人，重温新中国成立以来3次大阅兵的精彩时刻。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派出了由60名战士组成的方阵队伍，让观众提前感受人民子弟兵排山倒海的气势。晚会还有一个特别节目《信念》，对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进行回顾和表彰。